世界上每一个国民一定肯定其国家美食就最好而最好吃，他们都大概有道理这样说，就像每个人有道理说他母亲做饭做的最好那样。不过萨尔维亚人特别爱自己美食，这个热情在家宗教和其他节日庆祝的时候就爆炸起来。对每个人来讲，餐桌是使人集合起来而忘记日常生活问题的地方，对萨尔维亚人来讲，餐桌好像有海大的意义。经过设计出于历史风口，被毁灭而又建造起来的大方土地，在所有时间都丰收了。靠采集果子的方面是当地人和亲染者，就出现了很多萨尔维亚传统美食的配方。贫穷、财富、普通传统的影响，即兴作品和尾巴家里的人在桌子周边集合起来的长期斗争，就确定了饭的做法。很多的菜目前在萨尔维亚家接热的餐桌上一样紧张容易的位置。热的隐秘面包经过设计，在战争和和平的时间，包括用面粉做的面包曾表示少见有特的时间，都把萨尔维亚人面积而保护起来了。有那么独特味道，二用白面粉水和猪油做的隐秘面包今日也是餐桌上经常能看到的东西。在萨尔维亚传统的开胃菜中，隐秘面包以蒜菜、奶酪、奶油、肥肉、肉等、火腿、蒜、辣酱等其他奶油腥味的食品配合起来。不过隐秘面包是未能以什么都不配合吃的而彻底都不涉及好味道的一种面包。欧洲人早就在祖国能买萨尔维亚的火腿和蒜辣酱，但是如果相信一个一般的美食家说的话，好像不能包起来或出口向世界的那些菜，在出现的地方新鲜吃的菜就是最好吃的。比如奶油鲜活成熟无限活好鲜的奶油，让人吃一口就爱上它。萨尔维亚餐桌上的另外一个明星是蒜菜，每一个萨尔维亚人给您一定能说用甜辣和辣椒加佐料而以白酒配合吃的蒜菜沙拉，就能治疗很长名单的病症，让你证明了蒜菜治疗流感和其他冬天时出现不愉快的事。蒜菜是白菜卷和卷心菜的主要成分之一，这是萨尔维亚节日餐桌想不到的两种饭菜。没有尝一尝白菜卷的人就没有了解萨尔维亚的美食。这个词萨尔玛出生于土耳其萨尔马克词，其的意思是包起来。北方大概是奥斯曼帝国为期五世纪统治萨尔维亚的结果。白菜卷象征萨尔维亚家庆祝节日时所愿望的事情，包括庄重的餐桌、家庭、爱情人的集合、安定、安全、财富和健心的享受。白菜卷又长又仔细做，越多次重新热起来就越多好吃，而且在萨尔维亚人中还没有听到有人由于吃菜白卷感到讨厌或吃饱了。萨尔维亚家里的节日无烤猪羊肉就想不到，自古老来烧猪对萨尔维亚人有
比是无海大的意义。它是重要时间长期的陪伴者，都包括对土耳其的记忆、家里受火神的庆祝、婚礼、安葬和家里的人与朋友日常的集合。把啤酒烧在烧柱上，烤肉茶在面包、烟火、烤箱里烤一烤，这都是烤猪肉一种类。无论庆祝在哪里进行，这个习惯同萨瑞亚人在一起旅游世界，而这名紧着的事情永远都也带来好的事情。就是说，萨瑞亚人在土耳其的统治下发展了对烤猪肉的爱情，因为信仰紧着了奥斯曼人吃猪肉，萨瑞亚人为土耳其人养了小羊，为自己而出口养过了小猪，很多一代因这个就感到高兴。传统的酒精证明萨瑞亚人和食物特殊的关系，无论季节如何，重点无白酒就想不到冬天是喝热葡萄酒。不喝酒的人能喝用不同水果做的果汁或拿点心完成顿饭。点心特别证明萨瑞亚美食经过设计遭受不同的美食传统。萨瑞亚人过节日时最喜欢除了作为一个家庭在桌子周边集合起来以外，还接待来自全世界的朋友，特别是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在开始的时候因在萨瑞亚到处能看到的事物记忆感到以外，不过他们很快就变成这里的人。好吃的事物、最优秀的酒精、亲爱人一块的脸，是我们更容易纪念、是我们连接的事情。在建设新开头、健康、幸福和爱情的精神下，让我们都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进入新的一年。祝很多将来的年也这样。干杯。